起拍拍手，一起拍拍手。Hello Hello， 一起来跳舞，来跳舞，来跳舞。Hello Hello， 一起来跳舞，说一声你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Virgilia， 很高兴能再一次在视频上和大家一起互动。你们都过得好吗？因为疫情的缘故呢，虽然无法亲自和您碰面寒暄，但是我们希望让你们知道我们会一直很关心你们，然后希望你们和孩子一切平安。如果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，也可以跟我们打电话，我们的电话在这里，或者是写 email address 联系我们，我们会尽可能的协助你们。好啦，今天小朋友，我们要一起去加油，不知道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呢？我们现在呢，要请你牵着爸爸妈妈的手，或者是旁边大人的手，我们一起拉拉手，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甩手，看你可以甩多高，甩高高，然后再慢慢的放下来，再一次甩高高，看你能到多高。然后这一次快快的放下来，然后我们可不可以转一圈？转一圈。好了，我们要一起去郊游咯，记住手要牵得紧紧的哦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，走，走，走走走，我们小手拉小手，走，走，走走走，一同去郊游。再一次，走。走走走走，我们大手拉小手，走走走走走，一同去郊游。哦，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这个是什么声音？哦，原来是一只老虎走在森林里走来走去。好吧，那我们再继续走咯，走走走走走，我们小手拉大手，走走走走走，一同去郊游。哦，那个是什么声音啊？再听一次。哦，原来是猴子，猴子在树上荡过来又荡过去，荡过来又荡过去。嗯，哇哦，原来我们走到森林里面了，我们再继续走吧，看看我们还不能找到更多的小动物呢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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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大手拉小手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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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同去郊游。哇，是谁在唱这么好听的歌啊？哦，往上面看，原来是树上的小鸟在叽叽喳喳的唱歌呢。哇，好好听啊！我们再继续走吧，走走走走走，我们大手拉小手，走走。走走走，一同去郊游。哦，这个声音听起来好恐怖哦！原来是一只大野狼在叫，啊呜啊呜！小朋友们，你们可以学野狼一起在嚎叫吗？哦，赶快跑吧，我们再继续走，走走走走走，我们大手拉小手，走走走走走，一同去郊游。啊，这个是什么声音啊？一只大鳄鱼来了，大家大家赶快坐上船，我们的船，我们的船啊，赶快上来，我们要赶快划船，赶快划船。你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哦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坐船好了。
生梦一场，划划划小船，顺顺顺流下。如果你看到一只大鳄鱼，大鳄鱼来了，别忘了尖叫。小朋友们，我们叫的好大声，大鳄鱼都被把我们吓跑嘞！哇，太棒了！我们一起来给大家一个击掌，耶 ！High five， 好棒哦！我们现在安全了呢。好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说故事的时间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故事吗？如果有，欢迎写 email。告诉我们你们最喜欢的故事哦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叫做《月亮晚安》，文玛格丽特·怀兹布朗，图克雷门·赫德，翻译黄乃玉。月亮晚安。在这个绿色的大房间里，有一只电话，一颗红色的气球，两幅画。一幅画里有跳过月亮的牛，三只小熊坐在椅子上，还有两只小猫，一副手套和一座小小的玩具屋。还有一只小老鼠，一把梳子，一把刷子，和一碗麦片粥，还有一位安静的老太太，小声的嘘。房间晚安。月亮晚安。跳过月亮的牛晚安。台灯晚安。红色的气球晚安。熊宝宝晚安。小椅子晚安。小猫晚安。手套晚安。时钟晚安。袜子晚安。小屋晚安。老鼠晚安。梳子晚安。晚安晚安。麦片粥晚安。安静的老太太晚安。星星晚安。
的声音，晚安。晚安，小朋友。现在我们要把灯慢慢的关下来咯，我们现在要睡觉咯。晚安，晚安。好了，小朋友，现在该起床咯。我们要从一数到十，我们请大人帮着我们一起数。等我们数到十的时候，就是小朋友要起床的时候喽。这个时候灯就会打开喽。OK， 我们一起来算，数一数，从一数到十，准备好了吗？一、二。起床咯，小朋友起床，你们看灯都打开咯，我们大大的伸一个懒腰，哇，打一个哈欠，哦，我们睡得好饱哦。好啦，我们最后呢，结束之前我们要来学习一首数字歌，可以把你的手再一次借给我吗？甩甩你的手，把手合起来，把手打开，再一次，手合起来，手打开，好棒哦！我们这次呢，要来从一数到七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一起来算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对了。接下来我们这首歌是一首数字歌，所以邀请你一起来和我们一起唱，也一边数，从一数到七，我们一起来练习。 Ready?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我的朋友在哪里？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我的朋友在这里。学会了吗？我们再唱一次哦，这次我们稍微唱快一点点。 Ready?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我的朋友在哪里？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我的朋友在这里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我的朋友在哪里？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我的朋友在这里。当我们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当我们同在一起，起快乐无比。你对着我笑嘻嘻，我对着你笑哈哈。当我们同在一起，起快乐无比。好啦，今天的唱游时间就到这里啦，我们要跟你们说一声再见咯，希望你们每一天都能过着平安快乐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再见，拜拜。